别打我啊。嗯，怎么看钻的咖啡，少一杯品尝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，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，告白气球风吹了对街，微笑在天上飞，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，礼物不需挑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，我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轻易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那么这首歌呢，送给天下所有情侣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么么哒。那么没有点订阅宝贝儿，点击一下我们右上方红色订阅，没有关注主播新浪微博的，关注一下主播新浪微博虎牙剑圣。在那个半转的咖啡，收一杯品尝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，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，告白气球风吹着对街，微笑在天上飞，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，礼物不需挑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，我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轻易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亲爱的，爱上你恋爱日记，飘香水的回忆，一整瓶的梦境全都有你搅拌在一起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下次不许唱这首歌给我表白，讨厌。好了，可以开始了。OK， 那么这个折磨的声音完事儿了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准备有请，这个是，接下来准备有请孟牛。等会儿这个人我不敢念他的名字，我也不敢念啊，怎么办呢？不想念。我操，我好害怕呀、啊！来，不想念。来来，跪下念啊！准备啊！来来，蒙牛，要不你念吧，我害怕。我想想啊，啊，恭请本国太子妃静洁登场，欢迎太子妃，千岁千岁，磕头。别不明心的。全体起立，好，你俩给我躲喽。是给您跪安。
情呼吁，包含了不少的善意。爱情下一个游戏，我会找寻爱的谜语。看月牙弯下的泪光，在丝路之上每一可惜是我的，气死你！太子，太子，太子！
太子。啊？作为您的忠心属下，我有一事相告。啥呀？注意你家隔壁老牛啊。什么玩意儿？啊，他说这个隔壁老牛要带你媳妇儿出去玩、啊。你等一下啊，我现在去一趟隔壁啊。啊！好。What the hell? Holy shit! 啊，好，咱们音乐准备切回来啊。OK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在场所有嘉宾们，那么即将进行的呢是我们的最后一个节目。当然呢，也是今天的压轴大戏。你们猜猜，接下来是会谁出场？你们猜一猜。不是，我不是不参加吗？太子，太子。你们啊，那么目前这个太子啊，你这个目前的呼声比较高啊，你看大家都上了，是不是你也得上啊？不管你上不上啊，欢迎太子！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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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！啊，好，这个，那么接下来就交给太子你了啊，加油，干巴得！这个在下这大家好，我是剑小剑，那个怎么说呢啊，这个今天借这个联欢会的机会吧啊，希望呢这个有更多的90327主播啊，这个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方舟好声音的活动啊。那么不管怎么样吧啊，这个我觉得当主播嘛，是不是就是要在众人面前展示你自己。只有你展示了自己的才能啊，这个才艺，然后呢让大家看到了啊，你才能会受到更多的关注。所以呢，如果现场里有90327的主播们，如果下一集我们的方舟好声音啊举办的时候呢，不妨这个大家这个来踊跃报名啊，这个怎么讲，对吧，这毕竟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。那当然了，这个晚会这么成功也来自于各位的帮忙啊，没有大家精彩的演出啊，也不会有这么多人观看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然后呢，这个按照国际惯例，其实我是不应该唱歌的啊，因为他妈谁都知道剑小燕唱歌要人命啊。但是呢，今天在这特殊的场合里，我决定献唱一首我的主打歌啊。然后跟大家先友情提示一下啊，如果心脏不好的或者有高压病的啊，这个赶紧啊，赶紧关音乐啊。怕废的埋坑，要 Burst Fun 是谁
不行了不行了，我唱不下去了，我再唱我容易晕过去啊！好了好了，就这么地了，导演赶紧接麦。喂，音闹太子，关了关了关了。牛哥，你好了吗？害怕呀，我操！这个，那么其实呢，在这里呢，这个怎么说呢？咱们计数机可能又要他妈完事了。是啊，一届不如一届呀。嘿，是啊，但是这个嘉宾好像一届更比一届强啊。嗯。其实说实话啊，我这个节目还真的没看够，希望咱们下一届能多点节目，是吧？